来每次都会有一些 surprise。我们诚心的希望就是我们提供这样的场地。哎，真的啦，20年前我开始在唱民歌的时候，一只麦克风对嘴巴，另外一只麦克风对吉他，没有了，只有一盏可以用台灯，我们像那边用台灯啊，黄色的灯照你的脸，这样就开始唱。所以铁王很希望喜欢音乐的朋友多来，然后我们也非常的希望就是大家多支持。我有一个很大的心愿，对，铁王对我来讲是人生非常大的一个投资，然后我们有一天会因为我们推展台湾的原创音乐，让台东，让铁花村不再是台湾的后山，我们会变成音乐的前山。非常谢谢大家今天晚上的莅临，然后就这样，就代表这边呢，我们还是要感谢真的的政府难得做一些好事。这边是交通部观光局，还有一个是台湾好基金会，他们把这里做起来的，我们还是要谢谢他们。无论如何，谢谢你们的支持，请多来铁花村，谢谢大家，晚安，圣诞快乐，新年快乐。